胡杏儿随时准备开工做人。胡杏儿日前就出席时装汇演，佢透露家人曾经叮嘱过佢唔可以太瘦，以免影响生育。佢又透露而家已经开始调理身体啦。咁杏儿你系咪随时准备好做人噶啦？随时点讲咧，都要准备嘅，好多都要话即系调理一下身体先啦。但系因为我而家都有啲工作喺身嘅，咁所以会完成咗嗰啲工作就即系系咯，就全力以赴咯。此外，杏兒表示冇計過咩生肖同佢最夾，而探到下年係雞年，問到佢係咪都希望生翻只雞仔，佢就笑住咁話：係啦，希望啦。有冇想生男仔定女仔啊？兩樣都 OK 嘅，因為我老公成日都同我講話，你估你真係話生啊生咁容易啊？咁即係唔係話你又要有啊有噶嘛？咁即係我哋都覺得如果是男仔又好，女仔又好，都會覺得很開心。